还不错。对，我就是给你这个机会嘛。有哈，还有一点点哎。何止，我上次拍 MV 的时候我都摸到了。有。想到十五周年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当我第一次坐那个客运从屏东到台北来，我那时候就是个穷学生，然后有些时候没有钱回屏东，我就睡在客运站。这条路好像行不通的时候，可是我自己内心里面有一股固执倔强，觉得我还活着，我就再试试看。所以没想到一路这样到了十五年。真的是没有想到，我居然越来越漂亮了。现在放眼演艺圈看上去哈，应该没有一个女生可以练到像她这么的强壮，完全没有。大牛哥，你谦虚了。啊。学一下还不错。对，我就是给你这个机会嘛。有哈，还有一点点哎。何止，我上次拍 MV 的时候我都摸到了。有。
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